我李个豆，这也太瘆人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啊？整这么多炸弹，吓得我都不敢叫他了。哟呵，今天怎么不大呼小叫了？我可是你最听话的学生。别放屁了，就你一天调皮捣蛋，还敢打我，看看你头上吧。卧槽，你居然把……你知道的太晚了，给我老实待着。我劝你现在最好听话，你们的电脑也被我锁了起来，现在主动权在我手上。他说的对，我不能冲动。看什么看，我警告你别耍花样，否则你的电脑跟诸神我可保不住。树懒，你别冲动，我没事的。诸神，我一定救你出来，我现在要沉着冷静认真思考。你这头死猪，在上面给我安生点，再敢嘀咕就把你宰了。哼，你装什么装，哼，真是忍无可忍。诸神，我这就救你下来。树懒，你真太棒了，我这就跳下去。咱俩快跑，这个小绿毛肯定不会放过我们，直接开辟一条新路。原来你在后面布置的有密室啊。那是当然，快堵上咱俩跑路，通过这扇门就安全了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再放个压力板，这样老师来了就让他好看。我去，简直太完美了。现在玩会游戏休息一下吧。好，开机。Later. 不就是拿炸弹教室吓唬一下你吗？至于这样子坑我吗？黑板上怎么有两个拉杆？先去试一下左边这个。Hello? 吓我一跳，去试试右边的拉杆，希望这个不要是陷阱。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其他地方找一下，前面好像有男女门，我当然说选右边的啊。树懒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这好像不会炸，也没有其他出去的路了，输入神秘代码吧。特么的，居然是陷阱，去试一下另一个活板门。臭小子，一定是躲在下面，快冲。我看见了什么，好多的笑眼，谁来救救我。尼玛，居然是陷阱，我就知道这里有密道，这里有三扇门，这回先去左边这个。臭小子，放下武，这是哪里？可恶啊，居然是机关，去这个门里找一下。我丢，怎么给这玩套娃啊？不管了。诸神，我们快跑，老师好像快追过来了，快去我的终极陷阱旁玩会游戏，就在前面不远处。树懒，我们就在这里继续双排吧。Later. 你奶奶个大鸡腿，去这个门里找一下。特么的，居然又中机关了，前面有一扇门，他们一定躲在里面，快冲进去抓他俩。终于让我找到了，我看你俩这回能往哪跑，不就是拿炸弹教室。你还好意思说，诸神，你刚刚实在是太勇猛了，先把机关关掉。树懒，我们继续玩游戏吧，我来摆放电脑，咱俩继续惊险刺激的双排。快点吧，诸神，我都等不及了。